里就安静的很多，还是隐约可以听得见路边的车声，但已经好多了，几乎没有人，空气也挺新鲜的。这有一座小桥，桥上再看一看，这小沟是通向那条大河的。别隔得不算太远，但当走走也锻炼一下身体。好，这可以走回到刚才停车的地方了。好，看见那个高速公路了吗？ Georgia 400，这就比较明显了。你看，我的车就停在这个桥下的停车场。欢迎大家一键三连。